It's game time and I'm up one. Name something I ain't done. Name a body that's my type. Air Jordan, I take flight. I'm next level, I'm franchise. I'm top tier, I'm that guy. I'm the man of the year. I'm a man with no fear. I think like I'm a shark. The way I move so sharp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血。现在时间呢是5月1号的2:10哦。那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特别的计划，讲这个时间大家都应该知道我们现在要干嘛了吧？没有错，就是要去南横公路，台湾最美的南横公路。对我们其实高雄人来说啊，去台东东部方面的地区呢会非常的方便。2009年莫拉克的关系呢，导致很多公路已经损毁。那现在经过13年的修复啊，已经完成了，终于在5月1号要开通，让大家去通行。其实我们今天本来要从东部上去，但是因为有台风，然后导致可能山区在午后会下雨，所以我们决定从西边上去，就是从高雄上去，然后往台东下来这样子。可是呢，现在目前梅山的洞口已经排满了人，所以我们又要更提早去排队，所以才会选在2:10开始出发，然后到梅山门口。那我们就是跟着车群一起排队进去，带大家去看一下南台最美的公路台20。Go！ 哦，对，起床，一层哦，哎，阿文，一层哦，2:15，赶快起来，赶紧的，哎，感觉外面很冷哎。不用下场的。你会推翻吗？很累，太累了。太累。好累。住在乡下就是这样子。啊，出来了。哎。啊。一大早就让我得搞死自己。现在太困。啊，走吧。奇世界，老板说的奇世界就是这里哦。我们的第一站宝来的 7， 吃个东西，然后就我们也要出发了。哦，超多人的，我没东西吃了，彦明怎么办？真的假的？你看都被扫空了。有啊，吃流质食物。对啊，啊要吃香蕉是不是？我第一次看到预饭团全部是空的，带个水，我也要。为何？高级水啊。哼，高级水。哦，要群众吗？太多人了吧，好脏呢。
线，有够厉害，好猛哦！六，哇，六元的钥匙没拔，把他偷骑走。不要跟他讲，不要跟他讲。哎，怎么会？哪有？要给他一个警告。是这样吗？啊，我的那个钩脖都没拔，所有都放那边。是不是比较贵啊？啊！好，我们现在时间是6:00。6:27，乱讲话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外面，就是稍微等一下，然后我们就等到7:00开放通行，我们就直接进去了。我相信等一下应该是大乱斗了，所以我们还是慢慢的骑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你们就先走，我在后面没几，差没几台啦。哦，动了动了动了，终于动了！我已经在小区后面了。哇，这个超美啊！超，一定超美！怎么了？我说前面怎么了？前面那个车开了。现在到了检查站，就是管制站，大关山的管制站隧道口。哇，我们是第一个，因为我们在前排。我刚一打开，拿一颗石头这样，哎呦，打地好痛哦。阿口，2722，哇塞，太漂亮了吧！阿口，我们现在在2722公尺的阿口，超漂亮的，超壮观，哇，好放松啊！哎，那边那边比较好看，这边凸一块，我们过去那边，你看这里，超漂亮，哟，这里好恐怖。超漂亮哎！哇塞，那个太夸张了，那边上面也有人呢，好扯哦。结果我们的阿婉也上去了。哇，原来阿婉站的这个视角真的是很棒。这边汽车车位有限哦，只有几个而已，然后所以这些汽车都没有办法停在大关山隧道入口，所以他们只能下去。所以蛮可惜的、啊、如果骑车来的话就还蛮方便的。哇靠，那些登山客太危险了吧。我直接上去了。好扯哦，这么高哎、欸、他们直接爬上去。太扯了吧。哇，太夸张了。够好没啊、嗯、现在这边时间是8:30了，就已经起大雾，开始担心后面刚刚有人爬上去那些人，好危险。哇，那我们现在要下去了，这边视野真的超赞的。再待下去，我们等一下就下不了山了，走吧。崎岖的路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下来。
这边超漂亮的。走，他回。OK， 那我们就回家了。走。